这个第一纸片，我拍。但我会去，因为我会设计用中文，但是大多数时候我的中文只马马虎虎。在《速度与激情》中，我做很多采访，所以我现在拍这个，因为他们给我老干妈。早上好，中国！现在中国跟中国人。早上好，中国！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。但是速度与激情就冰淇淋，速度与激情，速度与激情就。